谁说时间偏黑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Hello， 大家好，我是 YY， 今日系乜嘢？今日系2023年1月27日，就系年初六啊吓。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咧讲一讲咧呢个咧癸卯年啊，春牛图啊吓，地母经啊吓，咁样有啲咩特色咁嘅样啦。咁啊 ，before that 咧就系唱首歌俾大家听下啦吓，咁样。就是全為你分秒亦停留，咁樣喺呢個 moment 咪為你分秒亦停留啦嚇，咁樣咁啊，另外咧就係揾一個嚇呢個揮春出嚟啦，有嚇同大家咧拜下年啦，祝大家大吉大利，財源廣進，呢個咧恭喜發財咁樣啦。咁咧呢一張卡咧就會反射到啊 Y Y 塊面嘅，見唔見到？見唔見到？俾半邊面俾大家睇啊，咁樣樣。咁咧就大家咧認唔認得到咧呢張咧呢張嘢咧係喺邊度會見到啊？咁咧我俾埋多少少材料俾大家睇，呢個吊飾啊，大家有冇覺得似曾相識咧？嗱，似曾相識嘅話咧，即係代表咗啲咩咧？即係代表你係會去街市買餸，或者去超市買餸咧？呢份嘢其實我係超市買翻嚟，咁咧買翻嚟我梗係唔係話就咁買張咁嘅大吉大利揮春啦？而喺當時係買個生菜包啊，生菜包咧同埋嗰個叫做生菜啦，以及裡面配有嗰啲中芹菜啦、蒜仔啦、芫茜葱啦、韭菜啦，咁咧就有啲即係叫香草喺裡面咁樣咯，紅蘿蔔啦咁樣，咁咧就包埋一捆，咁咧就係方便啲人咧過節嗰陣時咧嚇，農曆新年過節啦，年初二打後咧，譬如開年又好，或者食齋菜都好啦，都可以用嗰個生菜包。咁咧我就買咗一包喺年29、年30晚，見到依仲新鮮，仲係好嘅，即係仲有得買，仲靚喎，咁啊嗱嗱聲就立咗翻屋企先，然之後咧清洗乾淨，分門別類裝好咗之後咧，就用到今日都未用完啊，今日一用剩咧。應該是芹菜啦，同埋蒜仔啊，咁樣樣啦。咁啊，睇下煮啲咩嘢嗰時煮埋去啦，煎蛋嗰時煎埋去食埋咁樣。好啦，咁啊佢咧就上面咧就配有呢個吉祥物喺度啦，大吉大利嚇，大吉同埋大利咁樣，咁都幾實正嘅嚇咁樣。咁啊擺埋一邊老土一下嗰只咁樣樣啦嚇，配下我哋咁樣。好啦，咁咧今日咧就係講咧呢個春牛圖啦，咁啊專登為大家咧就畫咗呢個春牛出嚟喎。咁啊，舊年都有做過春牛圖同埋春牛圖同埋地母經，咁啊好似分咗兩條片嘅。如果舊年嚇，咁啊今年咧一條片過，咁啊俾少少基礎資料啦嚇，有啲人可能忘記咗啦嚇。春牛圖、地母經、春牛究竟點樣睇咧？嗰幅圖畫嚇咁樣，咁啊通常咧都會有基礎咧，就係上面有個太陽，隔離有啲倒水啊，年年都係咁樣噶啦，都呢、這個都冇話咩新鮮特別嘅。但系咧下邊嗰個人仔啦，人仔嘅究竟個年紀係啲乜嘢咧？有著鞋冇著鞋啦，手執住啲咩嘢啦？個人企咗喺邊度啦？企咗喺牛前邊、牛後邊、牛左邊、牛右邊啦？只牛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啦？有啲咩顏色啦？嚇咁咧，其實咧呢度咧全部都有一啲秩序喺度噶，同埋有啲意思喺度啦，咁樣咁我就嘗試今年又同大家揾下書咁樣，又同大家講一講。好啦，牛咧就叫春牛。人咧就唔係叫春牛，就叫做芒神啊，芒神，芒果個芒嚇，芒神。咁咧，芒神咧就係每一年咧就係都會有少少轉動嘅，轉動咗啲好 obvious 嘅話咧，就會轉動係究竟佢係一個老人家、年青人啦，定係細路仔啊嗰啲咁樣。牛咧就會唔同嘅顏色，佢嘅 size 係差唔多，但係咧就係即係年年都係咁樣嘅，但係咧就係、是。佢會有唔同嘅顏色，咁咧佢個牛個 size 咧就係、是固定咗嘅。喺個比例上邊嚟講咧，佢哋咧係想表達咧牛高4尺，牛身就長8尺，尾咧就長尾有長度嚇 ，standard 咧就係1尺2寸咁樣嘅。咁啊用意係點樣咧？就係、是、話身高4尺咧就為之咧4季代表4季，身長8尺咧就係代表8方8個方向。
嗰個尾個長度咧就係代表十二個月啊，一尺二寸就十二個月。咁咧而佢嗰個牛頭牛身咧，今年嚟講咧頭咧就是黑色嘅，身咧就是綠色嘅。咁啊主要就係攞咗癸卯年嘅天干地支去表達啦。咁啊因為嗰個天干癸咧就係帶有水氣啦，俾個黑色俾佢。咁啊嗰個地支咧個係個卯啦，係個木氣嚟啦，即係帶有木啊嚇木氣，所以要俾個綠色佢。咁而另外咧有一樣佢表達唔到，但係又係有。意思喺度咧，就係嗰個牛肚，其實今年個牛肚係白色嘅。咁啊，點解白色呢？佢哋咧就用咗我哋有個 concept 叫做納陰五行咁樣啦。癸卯嚟講咧，佢派咗咧落去叫做金箔金。咁咧就係因為佢嗰個叫做咧嗰、那個個木氣行到盡啦，咁啊金氣亦都開始。見到是相對來講比較顯現到出來，但是又不是很多，所以就有一種好像金箔一樣，金箔金箔那些呢擦皮膚的金箔呢女仔都是扮靚喜歡說這些東西，這樣就所以叫做金箔金達一個金氣，所以帶有那個那個白色的個 意味在這裡，所以用個白呢 去表達這樣。而另外呢就是呢那個人仔呢就是阿芒神，今年呢個芒神呢就站在那個牛仔後面，有時站在前面的，而今年的芒神呢是一個壯年的芒神來的。那就先講為什麼他站在牛仔後面呢，去年我都有解釋的，站在牛仔前面呢就代表個立春時間呢就是在那個年初一之前，今年的立春就是二月四号，属于是年初一之后，所以呢这个芒神就站在一只牛仔的后面。而这个芒神今年来讲是一个壮年的牛蟹，因为它取象就是这个 order 就是取那个癸卯年的卯，因为卯就落在那个四图那里子午卯酉。另外譬如人生自害神戌丑未这些四马四毛这样都是有它代表老人家或者是小路仔这样的。所以呢就譬如好像下年今年就兔了，选我虎兔龙，下年就龙年，下年龙年的话呢应该是会出现一个小路仔出现的这样。好啦，咁就今年都係那個芒神呢就是著鞋的。咁著鞋呢我哋呢就係代表呢落雨定係唔落雨呢，年年呢都有人拗的。跟住有啲人就話梗係落雨啦，落雨先著鞋嘛。其實就唔係嘅，著親鞋嘅話呢即係代表呢乾咁樣解呀。因為呢喺古時嚟講呢啲人好慳皮㗎嘛，鞋係一啲 luxury 嚟㗎嘛。咁呢就點會隨便咁樣著啊，做一對鞋又辛苦。咁所以呢同埋呢容易浸濕呀，如果即係如果地下濕嘅話成日落雨嘅話，所以佢哋呢反而係落雨嗰時呢就唔著鞋嘅。著鞋呢就代表個地係乾呀。所以呢喺呢幅圖上面嚟講呢就係俾大家知道呢就係嚟緊呢即係俾農夫知道啦，嚟緊咧呢一年咧係相對嚟講天氣嘅雨水係相對比較少啲嘅咁樣。好啦，咁咧就另外咧，佢咧就呢個芒神咧今年咧就企咗喺牛嘅右手邊啦。咁因為咧卯年咧係一個陰性嘅年嚟嘅，咁啊舊年咧好似人年咁樣嘅係陽性嘅年，逢係一陰性嘅年嘅話咧，嗰只嗰個芒神咧就會企喺只牛嘅右邊。咁如果係嗰年咧係屬於陰性嘅年得嚟，而嗰個立春咧就係喺年初一之前就已經發生嘅話咧，咁阿芒神就會企喺呢度咯，咁而咧芒神咧有個基本資料咧，芒神咧就高三尺六寸嘅，就算佢係老人都係高三尺六寸嘅，代表咗三百六十日啦。而咧佢咧手上面揸住咧呢個呢支木條咧，就係長咧就係長嗰只牛長個牛尾嘅，佢咧應該係有兩尺四嘅，係個牛尾嘅 double， 不過我比例話得唔啱咁樣。咁啊點解會兩尺四咧？因為代表咗廿四氣節。咁啊，仲有一樣咧，就係講關於係有人咧，就係曾經同過我講，究竟咧喺嗰個通勝上邊咧，有時話一龍治水，有時兩龍治水，甚至十龍治水咁樣，或者十好鬼多龍治水。咁啊，究竟咧，究竟即係代表咗啲咩嘢咧？咁咧，首先先講一講咧，今年係一龍治水嘅。點解話叫一龍治水咧？因為咧，取咧嗰個 order 咧，其實咧就係踏入咗由年初日開始計咧，究竟咧龍嘅日啊，龍日啊，究竟咧係邊一日
在年初幾的時候出現，如果它年初一是龍日的話，那就為之一龍止水，那今年就是年初一是龍日，所以就為之一龍止水。如果是年初二龍日的話，就是二龍止水，如果年十二才見到神日這樣的話，那就是十二龍止水這樣的。那今年來說呢，就是我看過呢，年初一呢就是一個庚辰日來的，剛剛是那個叫做一個灰光日來添的這樣。一龍止水其實帶有個意思是什麼呢？會不會是即代表了很多水還是怎樣呢？那其實呢就是即以過往來說的 interpretation， 越多龍去止水的話，即代表是需要很多條龍去搞定一些水，即是說要即很多水，即多水得滯這樣。那如果今年來說一龍止水，即最少龍的數量就止到水，即使不是很多水這樣。那我們大家看看今年究竟那個雨水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好啦，咁就睇完呢個春牛圖之後呢，我哋睇下個地母經啦。地母經要放大少少同大家講下先。好啦，咁地母經呢度呢，2023年地母呢，就讀一讀一逐句講下，一路讀一路講下俾大家聽。春夏雨炮多。因為首先第一句呢就係高低半休起，春夏雨炮多，秋冬就缺雨水。然之後咧就煙照好桑麻，地就和稻美。咁我哋講咗頭呢幾句先嚇，咁樣咁啊高低半休起呢度咧就 indicate 到啦。今年大家其實一開波大家都覺得係比舊年嚟講咧，今年咧就係半休都好過全休啊，所謂叫做係咪？咁咧就所以咧，大家一開波咧都會係仍然係帶有少少憂慮嘅，知道好似香港咁或者大陸咁樣啦嚇，咁樣咁啊，但係始終都開緊關啦，咁所以咧啲憂咧就去咗一半啦嚇。跟住咧就春夏咧就係雨爆多，嚟緊咧今年咧就係佢咁樣講咧，就話春夏天咧水雨水都比較多啦。咁但係咧秋冬天咧就係缺雨水嘅。咁我另一個 interpretation 咧就係、可以話咧今年雨咧嗰啲賺錢咧嗰個方向咧來自譬如東南亞或者譬如好似日本啊嗰類咁樣啦，即係嗰度輸送啲雨水嚟啦。秋冬咧就係、譬如北邊啊北水啦嚇、或者係西邊嚟嘅水啦嚇、西方嘅水啦，相對可能係仍然係比較缺啲嘅。不過都唔緊要，至少咧都通咗一半水先嚇、通咗個春夏水先嚇咁樣。跟住咧煙照就好，煙照啊好桑麻，唔地和到尾咧。煙照咧就係、煙咧就係、河北啦，照咧就係、山西省嗰邊啦，唔地咧即係而家江蘇省，其實城寨咧都係喺嗰個呢個東北邊大約嗰個方向，或者可以叫做喺江蘇，大家知道噶啦嚇，即係上海對上咁樣咧，就大約咧都係似乎咧就係、嗰班我呢度寫低咪。嗰班仍然肥仔嚇咁樣，即係喺嗰邊方向嗰啲咧，嗰班仍然肥仔。咁咧，但係唔代表 on the whole 係嚇，即係譬如我頭先所講呢啲咁嘅地方，嗰班仍然肥仔。咁啊，下邊嗰幾句啦，人民就多疾病，綠蔥將煙起，桑葉枝上空，天蠶無可食啊！我先講呢兩句先。人民多疾病，綠蔥將煙起。咁今年都預係個 pandemic 都未過到啦，咁所以個疾病都仍然喺度啦。綠蔥將煙起，咁就預可能譬如嗰啲禽畜啊嗰啲咁樣會係有煙起就啱啱。剛剛可能見到開初有少少病啦，咁咧就希望佢哋唔好即係發展落去咧，睇落去咧就唔係話好勁嘅，即係如果嗰啲即係嗰啲綠蔥病痛嗰啲問題，即係譬如嗰啲豬流感啊、禽流感啊嗰啲咁。好啦，咁咧下邊呢幾句咧就幾得意嘅，我覺得桑葉枝上空，天蟲無可食，蠶虎走茫茫，提攬相對泣。咁咧就係、大約意思就是那些桑樹呢就比養蠶蟲的嘛，桑葉養蠶蟲，但是呢那些桑葉呢就好像生得不是很夠，天蟲呢那些蠶蟲就沒有東西好吃，於是乎呢
收慘嗰啲慘婦咧，即係收嗰啲屍啊嗰啲慘婦咧，就即係走嚟走去揾啲肥嘟嘟嘅嚇，即係嚇誒嗰啲慘揀翻嚟啦。咁但係咧就係提攬就相對一，即係似乎咧唔係揾好揾到食咁樣樣。咁咧就我睇咧，如果配翻上邊呢一度。即係嗰個煙照呢一度咧，同埋下邊呢度咧，都即係嗰個表現出嚟嗰個狀態，好似有啲距離啦。咁啊，睇嚟似乎就係呢度咧，呢啲地區咧都仍然係肥嘟嘟嘅啲人，但係下其他非呢啲地區嗰啲人咧，就相對嚟講咧，就麻煩啲，就係、是、嚇。即係唔夠嘢食啊嚇，可能會唔係食落肚嗰啲，即係唔係荷包滿滿咯咁樣咯。咁咧嗰啲慚苦走茫茫，甚至乎你諗慚苦走茫茫提攬相對一，會落嚟香港買嘢嗰班婦女啊，嗰啲夾啊爆放唔爆啊，即係裝唔爆啊嚇，喊啊冇得買啊嚇，冇錢買或者買唔到啦嚇，嗰啲咁樣樣。咁係嗰啲咩沙沙？咩嗰啲龍鳳嗰啲呢幾日都見到有翻啲內地人落嚟嘅喺度嘅嚇，咁但係以前唔係噶嘛，以前都爆曬咁樣嚇。好啦，下邊最後兩句，雖得多思眠，費盡人心力咁樣，咁咧就似乎咧都係佢哋到最後都係可以攞到即係都幾好嘅飯食嘅，但係咧就係要好落力、好辛苦咁樣先得咁樣咯。咁都好啊，有得食啊嚇咁樣。好啦，咁啊，今日咧暫時咧嘅演繹咧就係咁多啦。咁咧就係啦，希望大家中意啦。咁啊，大家咧如果咧係睇完呢條片，中意條片嘅話，記得俾個 like 我啦。如果想揾我睇八字風水擲日改名嘅話咧，咁啊留言喺我片頭嘅 email 嗰度。咁咧就係我下一條片可能講楊紫瓊嚇咁樣預告的。俾大家睇，我未開佢八字睇，我想睇下佢八字，或者下一條片會同大家講。咁暫時咁多先。